记者吴瑞慈综合报道。南韩人气女星索米全昭弥原是 JYP 娱乐旗下练习生，她曾参加实境节目 SIXTEMPR ODUCE101 比赛，人气超高，却无奈出道之路坎坷，连续错过两个夯团 TWICE ITZY 出道机会，令歌迷心疼不已。他2018年9月签给 YG 旗下厂牌布莱克拉贝尔，苦等多月，终于在25日宣布好消息，确定在5月所落出道。索米确定在5月1日出道。图翻摄自索米 IG。 索米离开 JYP 后签给布莱克拉贝尔，不少粉丝担心他会再次历经冷冻日子，所幸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官方25日证实索米正以5月1日所落出道为目标努力中，出道作品由王牌制作人特地操刀，目前已经完成录音，接下来将预计拍摄 MV。索米日前贴出在录音室的照片，暗示即将有作品。图翻摄自索米 IG 出道日期在即。索米日前在 IG 放出与布莱克拉贝尔工作人员、歌手的合照，他暖心安慰粉丝：“不要觉得我离得太远了，不要伤心，真的离不了太远。”